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嗯，请师父帮我儿子看一下身体，2014年属马的。就这个啊？就这个啊？是。2000几几年呢？2014年属马的。哎呦。是。他不会走路，不会讲话，不会讲话，会走路走不稳，会叫，对对，没没没没，对，师父说的对，是这样，明白了吗？会爬，他会走，走不稳，跟鸭子走路似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，知道他杀上辈子杀掉多少只鸭子吗？哼。将近90个，上辈子、啊、杀掉90个鸭子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是个女的，她上辈子。听得懂，师父。那我们现在要给她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呢？请师父开示。你又不能放鸭子，只能放鱼，是你的孩子啊？是。你刚学佛是吧？对，修心灵法门差不多3个多月了，以前。嗯。你没脑子的，你这个人。师父说的太对了。我的朋友都说我没有心计，没有心眼，是这样。没有心眼，没有心计，没脑子。什么声音？给他好好念吧。嗯，小房子要念360张。嗯，放生要放3000条鱼。行，师傅。会慢慢好起来，好吧？好。他的脖子撑不直。是。鼓掌。是。我现在看他的图腾，如果你好好修的话，大概7个月之后会明显好转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还有，他身上还有一个小灵性，你自己坦白交代。我流产过一个孩子，但是修心灵法门以后，我上完3张小房子超度了，还点头，好意思的，3张小房子超度个灵性。我念完3张小房子之后，又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啊？梦见一个小女孩在门口跟我说：“姥姥再见。”我跟我妈妈在门口：“姥姥再见，妈妈再见。”我妈妈走了。我妈妈跟我说：“对呀、啊，她出去买东西呀、啊，买完东西又回来了呀。”哈哈，知道了，师父。3张小房子想把个灵性超度，如果我念3张的话也超度不了。 Who are you? 你是谁呀、啊、感恩师父开示。好好的修心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皮肤黑黑的，还挂的这个挂的那个，太多了，这个压力太大，现在不要拿下来。师父，我想让您开示一下，因为孩子在就是没有我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，让就是别的师父看过了，刚刚已经看过了，叫人家那些通灵人弄过了，画过符。是这样，师父，您太厉害了。您太厉害 ，Who is me？ 我是谁？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到现在房间里还有符。是。鼓掌。师父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那个符就放在孩子那个枕头下面了。对呀、啊，继续放好了。太当你了，师父。你怎么脑子没有的啦？你那个床也是的呀，
是。大大的，旧旧的，被子那种颜色有点像农村的，红红的。因为孩子跟着我妈妈在老家，哦、所以老家的房子。就是这个样。师傅，您能帮我看一下，就是我要给孩子改一个名字，起了两个，一个叫张嘉伦，一个叫张俊凯，哪个更适合他呢？改名字已经没什么用了，叫人家改过吗？叫人家改了是吧？就是没关系啊，讲老实话呀。是，就是看找人看了一下，说他缺土、缺金，都是火，所以不太会说话，让改名字。所以我请师傅帮我看。他缺土、缺金，你缺钱。我帮你看看啊，他属什么？属马，2014年。叫什么名字啊？现在叫张旭阳，弓长张，九日旭，阳光的阳。用不着讲。新的名字讲，张嘉伦，嘉就是嘉年华的嘉。知道，还有一个呢。张俊凯。张俊凯是吧？嗯。张俊凯不行，只能张嘉伦。好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好吧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你要帮他锻炼身体，让他脚经常帮他拉拉，帮他动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的脑子，我告诉你，要小房子。我刚刚叫你念几张啊？300张。念完之后，你看看他脑子会好一点吧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给他买点软磷脂吃吃啊。明白。还有你自己也要吃吃。知道，师傅。什么孩子是什么妈？你这个妈没脑子的孩子，脑子一定受影响，听得懂吗？感恩师傅。好好听话了。好了，师傅，我能有最后一个问题吗？你讲啊。那，因为这个人是度我进心灵法门的人，对我特别重要，所以我还想师傅帮他开示一下。是1936年的老鼠，是男的，看看还有没有癌细胞。36年的鼠。老鼠。对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已经好很多了。本来也是要走的人，他自己知道要走了，他拼命做功德，他在度你。他已经放了10万条鱼，念了1000张小房子，而且度了好多人。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还有一点点，指标上还有一点点癌细胞，叫他好好继续，会好的。我看已经有护法神在保护他了。嗯，知道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的问题问完了，感恩师傅。好好努力了。祝您身体健康。是。以后不要学佛人不要穿金戴银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心中就好了。明白，感恩师傅。嗯。谢谢，感恩师傅。